孙汝独家剧名赞助。韩国新生代人气组合 XOK 首次访谈节目360度无死角全揭秘。很喜欢当队长哎，我发现。当然，我是 XOK 的哦。魅力男 Dio， 那你觉得为什么只有你训练了一年就可以出道？他们跟我说，只要提到鹿晗，事情就会笑。你觉得 Chris 哪里比较好？XOK 日常生活大爆料，撒娇王、信息专员、卖萌专业户，成员各有担当。微微所以 Dio 还才是这个团体中最八卦的人是吗？XOM XOK 默契大考验，灿烈 Chris 两人火锅之约引愤怒。鹿晗世勋在韩国的必吃之物大揭晓，功夫熊猫汤粉成博选小跟班。完美五官 XOK， 谁能获得观众支持，夺得桂冠？你想看到的最真实的 XOK， 就在本期《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2012年4月8日，《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超人气组合 XOM 中国正式出道。2012年9月17日，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粉丝狂欢夜 ，XO 盛典首度合体表演。2012年9月18日，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 XOK 首次中国大型音乐访问。大家好，我是 XOK。独家揭晓私下真实生活，首度公开 XO 12位人气偶像的独家内幕。你觉得 Chris 哪里比较好？你知道我要问你谁吗？鹿晗。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XO 出道幕后故事，敬请关注近期节目。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我是大佐。平时没有看到我拿这样的话筒，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棚里来了很多人。那之前呢，我们棚里曾经来过6个非常帅气的男生，结果造成这个不说是棚吧，就这一块的交通都有点堵塞。今天呢，也是依旧的情况要出现了，他们就是非常帅气的来自于韩国的 XOK，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音乐大来宾是在4月出道的韩国新人男子组合 XO 的小分队 XOK。这个在韩国活动的 XOK 和在中国活动的 XOM 两个小队12人组成了 XO 组合。虽然出道仅仅5个多月的组合，通过音乐打榜节目和跟随 SM Tom 到全球举办演唱会，他们已经在亚洲各地积累了一定的人气。在前不久结束的粉丝狂欢夜上 ，XO 获得了最佳造型奖，也让国内的歌迷看到了难得的12人合体表演。大家好，我是 XOK。欢迎 XOK。其实我们都知道 XOK 呢，他们主要是在这个韩国发展的，所以呢，今天在一开始呢，这个机会这么难得的话，我们当然要他们一一的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每个人来打个招呼，顺便要考虑一下、怎么样让大家迅速的能够记住自己，所以要展现一些非常特别的个人技，好吧？来，大家好，我是 XOK 的严贤博贤。博贤，欢迎博贤。大家好，我是 XOK 的魅力男 Dio。 哎，你问他一下，你知不知道魅力男是什么意思啊？那魅力男名字的，他说知道，是魅，就是魅力男。我们今天倒想看看你有什么样的魅力要展现。好，接下来，大家好，我是 XOK 的 Kai。 欢迎 Kai。大家好，我是 XO 的老妖血腥。他说什么？他说我是 XOK 的老妖。哦，老妖，哦，老妖，老妖，老妖。大家好，我是 XOK 的李朵苏。认识你们很高兴。你很漂亮。我爱你们。每个人都要这么哄人开心吗？接下来最后一位。大家好，我是XOK 的快乐病毒灿烈，谢谢。欢迎 XOK 哈。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这个负责，在团队当中都有一些负责的一个工种嘛，所以一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稍微派出一两位代表来给我们展现一下，好不好？
네, 저는 XK에서 보컬을 담당하고 있습니다. 아, 你不是负责眼睛小的吗？아이라이너담당이아니에요。主唱。네，谢。네，저도주唱。主唱。네，啊，你们两个人是主唱。네，네。OK， 好。네，저는 XK에서 구릿빛 피부와 그리고 춤을 맡고 있습니다。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也可以是 XOK 当中顺便代言洗发水的。샴푸를광고해도될것같다고기회만주신다면저도카이씨와함께춤을맡고애교도또맡고네 对啊，那对着镜头稍微可爱一下好了。카메라를보시고이렇게좀귀여운동작을하면좋겠어요뭐일까요윙윙할게요哎，他耳朵红了哎，就他们。윙윙할게요귀가빨개진것같아요부끄러워서이二三뿌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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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接下来苏浩네저는 XOK 에서리더를맡고있고요그리고멤버들에게주는사랑만큼팬여러분들에게주는아름다운미소를담당하고있습니다他只说自己是队长，这个比较正面的部分。他平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好玩的、私底下诡异的那一面吗？평소에멤버들정말사랑하고항상대화로다독여주는그런 리더입니다真的是队长哎，只说队长该说的话。정말리더인것같아요리더답게산리는네저는 XOK 에서목소리와랩을맡고있습니다아声音和 rap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稍后 XOK 出道缘由大揭秘练习生生活首度公开 XOK 为你讲述韩国造型公司的候选标准如何能被星探发掘끝나고집에돌아가는길에로드캐스팅이돼서떡볶이먹으면서길을걷고있는데이렇게여자분들이오셔서저를이렇게명함을주면서저도길거리캐스팅이돼서학교앞에서이렇게가만히있는데어떤분께서오셔서拥有星梦的你一定不能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内容这里是一年一度星星闪耀的加冕殿堂这里是一年一度群星汇聚的音乐盛会第五届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粉丝狂欢夜当红偶像组合超人气实力歌手大牌音乐前辈全情为你演绎音乐奇幻之旅还有音乐大来宾 XOK 汪东城现身本节目全明星集体亮相就在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十一特别节目